大专冠军周第二棒由大专足球联赛接棒，公开级男子组冠军赛由挑战三连霸的北体对上重返荣耀的辅大，场上球员比赛激烈，场边球迷互尬。是来支持哪一个学校？台北体育学院。由北体教务长领军的北体加油团拿着蓝色加油棒大声嘶吼着，另一边辅大球迷不甘示弱，欢声雷舞，努力为场上球员加油打气。这场蓝军大战不到最后关头胜败未知，双方你来我往，2-2进入延长赛。最后北体靠着土耳其好手朱恩乐关键一击，北体三连霸，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。所以说代表这些选手蛮努力的，他没有放弃，他战胜了压力。身组部分同样也是精彩十足，打进延长赛才分出胜负，最后台湾体大以3-1夺得队上第五座冠军，而台湾师大挑战连霸失败。101学年度大专足球联赛在拼劲的球员以及热情的球迷之中圆满落幕。 ACSU 特派员采访报道。